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谦儿哥。今天您可得饶了，谦儿哥呢，今天用胡萝卜给大家伙分享几种溜溜花的切法。徘徊着的，在路上的，你要走吗？Via Via，易碎的，骄傲着。那也曾是我的模样，沸腾着的，不安着的，你要去哪 ？Via Via， 谜一样的，沉默着的。故事你真的在听吗？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，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无论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，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，请你记好，我们生来就不平凡，别人都可以成功，我们也一样。当你仍然还在幻想你的明天，米娅米娅，他会好吗？还是更烂？对我而言是另一天。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也渴望着，也哭也笑也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时间无言如此这般，明天已在 Via Via，风吹过的无一人愿，你的故事讲到了哪？一样的，沉默着的，故事你真的在听吗？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，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无论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，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，请你记好，我们生来就不平凡，别人都可以成功，我们也一样。当你仍然还在幻想你的明天，米娅米娅，他会好吗？还是更烂？
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。现在电话没有电了啊，都可以好了，就去那边手术就可以了，也哭也非常漂亮。似这般，明天已在 via via， 风吹过的无意人员，你的故事讲到了哪？最后我想说，路途永无止境 ，Never give up。You can't do anything you said man to man。 哎，那么好，这七种呢小溜头花春哥就分享完成了啊。就是这怎么说呢，就是一个小手艺，春哥答应你的已经做到了啊。你要的溜头花虽然呢春哥刻的不怎么好啊，就是说什么呢，总也不切菜，刀工有点退化了，但是这个雏形还是脑子里边还是有数的，刻的不好大家伙多多包涵啊。那么好，哎，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七种撂头花，如果大家伙呢学会了，或者视频呢能对你有所帮助，别忘了帮春哥转发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。春哥再次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